美萱，你敢相信人过身了后会投胎转世？相信啊，就亲像哦，有的人你跟他已经实在足久啊，啊特别有话讲，你拢知影对方在想啥，啊你相处的时阵哦，嘛特别安心。哎，就亲像我跟美芳啊，跟玉梅啊，阮三个哦，已经顶世人就实在啊。反正恁顶世人哦，就是师姐妹，才会感觉天袂煞。十姐妹，你怎会招啊？我有啊。好事。我搁听讲哦，有人讲你若是常常做梦吼，梦到同一个所在，啊，不过你从来毋捌去过，迄个所在就有可能是你顶世人去过。有影无影？我咧想，若真正后世人，我想要投胎去巴拉马贝加比，那是伊西咖啡倒的发源地。用在地的水，煮在地的咖啡，一定就香的。若是有后世人哦，我想要投胎去维也纳。自细汉就伫个像我囡仔环境大汉，安尼长大，我就要做一个钢琴家。哎，你哪样呢？你袂使啦，你伫维也纳，我伫巴拿马，安那边做伙。一世人我为着你已经放弃因阿呢，后世人我要完成我的梦想。我是同款，拢教钢琴嘛，我无咧懂啊。教钢琴甲做音乐家还无同款。哪会无同款？同款是弹钢琴吗？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后世人我来甲你做伙投胎去维也纳，为了嘛是咖啡啊吼。我感觉吼，只要咱甲你做伙，去投影是一种。老三，最近饭店的早顿哦，看起来袂歹。你哪一直甲我看？外面有啥物物件？哦，无啦，我来斗三工啊。啊，好。啊，张英啊，你睏了好？
真好啊！真久我待伫饭店啊，感觉就亲像伫度假同款，心情足轻松的。萱，你辛苦。无啦，我是讲我以后吼会甲电销，把你甲你讲讲，啊，以后咱就会当做伙休假。哦。是安怎样？哦，无啦，就我迄个贵姓人婿，伊买个国家的我。哦，哦，歹势歹势，歹势。啊！你搁定思念你过身人啥？伊是因为意外才想念过身的，所以我到今嘛也是无啥会当接受，感觉这一切袂输得比妈更快。啊！你会怀念伊是正常的啊，伊正正在，对无？啊！不过我已经决定卖搁想伊啊。啊！伊人就已经无伫啊，我搁对伊遐尔啊要紧。可因为伊食醋，甲我姊妹拍冤家，这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，所以我决定应该甲放下。我扣掉啊，萱，我希望咱以后牵你的手，拢卖放。啊，不过卖放，咱是要吃早顿啊。做，请你保庇我，每一天拢有保单，安尼我才会当照顾阿爸。嘛爱保庇刘萱萱甲丁玉梅，因个爱情甲事业拢顺势。啊，还佫有啦，爱保庇阿爸身体健康，叫伊莫四界乌白走啊，安尼我才会当好好做工课。拜托，拜托。你哦，去摕迄沓退休金来给我。假使讲迄个鬼若佫负心歪走吼，咱就请兵长来甲处理。师姑，你好。哦，今仔日是有法会是？那无恁来伫遮？无啦，啊，拄我有一个朋友的亲戚去予鬼附身啦，请鬼来处理哦，拢处理袂好，毋才来拜托我。师姑，请问哦，迄个予鬼附身啊，敢真正会参像迄电视播的迄款变一个人安尼？当然嘛，无同款呐。这若去予鬼附身的人吼，这个性甲习惯，拢甲较早无同啊。啊，看到亲人哦，袂输敢那袂认的嘞。啊，尤其是哦，迄声音若较严重哦，拢会变呢。啊，譬如讲哦，你伫个人间骗财骗色，我爱你不得好死。林头姐，哼，对。啊，搁有啊，安尼。姨阿哥、姨阿姐，请恁哥哥来坐椅。姨阿哥，嘿呐，冰哥，啊对对对，啊，搁有一个啊，迄拢伫山顶有无？啊，穿规身红色的衫，啊，拢对人咧爬山，淡仔走来走去的查囡仔伊啊。啊，我知，红衣小女孩。嘿，师哥，这拢处理过哦，你足够的呢你。我想我是拢处理过啦，我是咧学互你看。师姑，有一件代志我足好奇的呢。这人啊，何鬼附身啊？啊，本来迄人的魂会安怎？伊的灵魂哦，啊，就会安尼一个啊，一个走无去啊。啊，若伤久吼，叫无转啊，伊就会变阿达阿达呢。啊，所以哦，若去有鬼附身哦，千万都唔通拖，爱紧处理。那安尼啊，
拍摄，我有电话啦。咦，叔公，感谢你。没啦。喂，炫。什么呀？你刚才在哪打？我咋你睁开睛了？搞困做鬼。正达，暗了就把你徛在阿里创啥啦？嗯，加镰刀啦。哎，真是。哎，正达，正达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昨带人去佚佗，啊，规暝无倒转啊，是毋是出事啊？无啦，啊，是车歹。嗯。等修理车来，等下偷啥？我都知哦，迄孤男寡女规暝在做伙哦，哪有可能讲无出事的啦？你开房间哦。是当安怎？我开两间房啊。What？ 恁开两间房？你有机会会当试车试，是安怎你把底吹落去啊？我知啦，啊一开始哦，啊小过一下，刷落去哦，就去你的房间，过来来我的房间，过来去你的房间，过来来我的房间，过来去你的房间，过来来我的房间，安尼出头真济啦。拜托，咱拢几岁人啊？会当先困到底，参考比较者，哎，人家知影以后交往时阵较顺无啊？帮我尊重，小小唔识的人，一个香的，一个无某的，啊两个甲做伙就拄拄啊好，敢讲你无爱？老公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，五十坐地能吸土。你刚真正拢无想要爱，三哥怎样？一点就给送。你哪家是爱萱萱的？应该叫萱萱行吼。我即摆想你的，可要揪我挂。你嘛袂讲，那是因为即摆是李正堂，无要跟你计较。我若是萱萱行，绝对无帮你耍。唔帮我耍，是食了炸药哟。我甲恁讲。人生就是要向前行，咱会当耽误的时间已经是愈来愈少啊。所以我决定哦，我要甲小康交往啊。哇，你这是姐弟恋哦？嗯。哎，头一届谈姐弟恋，想袂到佮真顺利。伊讲我甲你讲，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哦 ，no， 是阿姨我甲伊讲。我真的不想努力了。哎、欸，伊竟然跟我讲，以后薪水拢要给我，这样要照顾我一世人，是没错是啦。你看咱的丁玉梅小姐，出个这样啊幸福。嗯，我是个大老人哦，好寂寞，好冷哦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温暖，我给你温暖。来来来来，我今晚手烫烫了，来啦来啦来啦。哎，明白明白。我先去解决。下门哦，门口我走了。轩。真的、啊，哇，才多分几年，才见到过来啊！两皮皮，两皮皮。萱，这是你想要的紫色玫瑰，代表安静，守护爱情。哦，多谢。阿姑，你想要吃的水饺，我嘛买在给你哦。你哪会知？美芳。我会当跟你外省为敌的袂？你为什么一定爱坐你的车？因为宣共鬼，右边的人会守护左边的人，所以我要坐右边。真的、啊？这件代志我应该无跟你讲啊。你真是偷听阮讲话？偷听？嗯，无哦。麦多亚哈，我来杀水饺恁食。哎，唔免啦，我来就好啊。雪，唔免啦，恁继续讲。阿杰哦，我就爱有哦。我来杀水饺恁食。哎，唔免啦，我来就好啊。雪，唔免啦，恁继续讲。阿杰哦，我就爱有哦。怎样这么多代志啊？嗯，恁两个甲讲啊？无喏，而且因讲迄坐右边的人会守护左边的人，这个我是伫大学时阵讲的呢，我拢
拢袂记啊，哪会知啦？哎呦，想遐尔侪要创啥啦？惠弟哦，你即马着好好享受淡薄的滋味就好啊。嗯。萱，你加食无？有啥？我专工去买的呢。嗯，就好食。我食呢，不过无食着。欢喜。哎呦。哎，那你，你下课啊？巴肚会枵未？做伙食水饺。哪会伫遮煮水饺啦？规间拢是水饺味呢。啊，一间水饺啊，是你妈妈上爱食，我着买一寡倒来啊。管你啥物时代啊？正廷。拄下课，巴肚枵啊吼，做伙食，我甲你放碗滴。免，免啦。啊，买单。好。今天口味还可以吗？真济啦。我们的手冲咖啡哦，可以为客人做调整啊。你真正当作一起逃街哦。好，我来就好，你先坐。正达。今天的消。正达，我来就好。前面请。我警告你，这是我爸爸的店哦，你袂当乱来。啊，不过你妈妈巴肚枵啊。你管怎？好好好。我以后袂阁犯这个错啊！啊，你卖笑徐万步啊！我袂带，我敢那一个爸爸，你不可能代替伊。是袂到，你才保护你妈妈。啊，你有想要比一个无？是要比啥？要相拍啊？敢唔敢？一句话，少年的。敢啊，哪会唔敢？啊！我手够遐吊的啊！正廷。叫我起来！我对你袂得啊！对你袂得啊！知就好啊！讲到你的拿球啊，速度愈来愈紧，足厉害。头家，两碗干妈白冰。哦，遐请坐哦。谢谢。你哪会知影这间店？这附近的这间上好食的啊！迄球来拍山吼，来吃一碗冰，够赞的。啊，你确实唔定来。你哪会知影？我较早定来去比容易买咖啡，啊，甲恁爸算有熟识啊。伊定甲我讲讲，每礼拜吼，伊也甲你拍球拍耍，定来当去食冰。啊，讲一寡学校的代志啊，啊，搁有店的代志。所以甲我讲，伊每礼拜就是这个时间上该欢喜。大家歹势，干嘛袂变？多谢嘞，多谢。哇，赞赞赞赞赞！慢用。你嘛阁甲我讲，讲你是一个真贤的后生，会晓读册，阁会晓拍球，真捌代志，拢毋捌互伊操烦过。伊阁甲我讲，伊真希望。看你大学毕业，看你做兵，看你娶某生囝，阿哥你放心，我会代替伊陪你到迄个时阵，啊？
叫你莫少想，你搁想，你当作你是谁啊？啊！怎嘛知影一摆莫食两碗，先把肚胀个。这个味香的，哎，导演，导演你好，导演你好，哎，跟你先看一下，哦，好，好，我无闲的。这才是我着的感觉，香。等下哟，哦，等你真久啊。你啥意思哈？已读不回哈，真不站直咯！来来，退退退！这不创啥啦？你不是不是创啥？后个月吼，接连花火，就要开始演出了。啊，你无遐训练，要来用的啦，对啦。啊，我都袂晓弹吉他，你学我要创啥？是不是你袂晓弹？你袂晓编曲哦，都要弹吉他啦，退去啦！啊，我都袂晓，无你叫伊促销促销啦！是不是促销？这个演出是你拼命去争取来呢，莫安尼反起反倒啦！来啦，接来。开始练啦，来啦，去练啦，我练就练嘛。知啦，我知啦，安尼对无？对啦，对啦。真正哦，会来气死你哈！我是叫你弹梦心歌，你给我弹这条，你这条你是头壳歹去啊哟啦啊！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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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讲你对，我头壳歹去啊！就是迄个陈世忠给我敲着头了吼，我规个拢记袂起来呢。是真个？当然嘛，真诶！你要看吉他，你袂晓弹啊。迄叫做选择性失忆啦。安尼哦，歹啊！你讲伊有讲着？没啊。啊，即摆想要吐无？啊，你头壳安怎无啦？头壳啦？哎。啊，辛苦啦，辛苦。安怎？啊，你诶，香火咧？香。仔，胖伊啊，胖伊。哈？胖伊。胖去诶。啊！你是真害呢！你是妈祖的客囝呢，香火哪会使放弃啦？无安尼啦，咱即摆来妈祖庙去求一个啦，行。哎，莫啦，唔行啦，唔免啦，你即摆就免。我歇睏一下就好啊。无啦，我歇睏一下就好啊。啊，无明仔载啊，明仔载啊。唔免啦，免啦，明仔载啊啦。免啦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我歇睏就好啊。免。啊，即摆正大是咧变什么梦啦？早上，等下有两个客户哦。好。几有刚无看到伊啊？哪会阁出现啊？是阁要找啥麻烦啊？你阁来遮要创啥啦？喂！歹势，我认唔着人啊！歹势。哎，欢迎光临。这边。李轩，你哪那打不走？来，啊，中昼人较侪时阵，伊拢会来斗相共啊。伊敢会晓？会晓，我就专业的。专业？嗯。
曼特人的口感是上丰富的，有咖啡的口味，伊的口味佫提炼出伊的甜味，有淡薄仔酸，而且佫有特别的芳馈，所以大部分人客拢会当接受，你会当点来试看。足厉害吼、哦！我叫是敢若遐大鸡蛋尔，想袂到伊嘛八咖啡哦。大哥，无简单哦，曼特尼，曼特尼。啊、对啊，正达，啊，你来遮了解咖啡啊？我拢无听你讲过呢。嗯。啊，要叫查囡仔，当然莫下过功夫，对无？啊，我先来问你啦。这功夫下了有深哦，大哥，连讲话开口都跟师傅同款哦。行啦，啊，要点布丁啦。曼特林，曼特林。拍摄，请问你找谁？拍摄，拍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。我是李正达的表兄，叫詹立勇啦。你好，啊，来得坐啊。哎，别，我是来看正达吼，有安怎无啦？有安怎？伊安怎啦？哦，伊足严重啊，你唔知影？哎，种目睭若金吼，啊，着规工拢闭伫咧遮，伊唔向店拢无爱过呢。哎呦，你谈论啊，拢是安尼啦，足正常的。无咯。阮正达较早吼是作个弹吉他呢，迄吉他歌手呢，结果即摆吼张雄雄甲我讲，伊袂记安怎弹啦，啊毋是今仔日啊，也久啦，伊是妈祖的这个客囝呢，结果即摆无代无志，甲妈祖的香火总放弃啦，唔见他是安尼呢，迄进前上是咧每一工都甲我连宵话，甲我搭嘴讲，啊即摆看到我，佫敢若袂输袂认的同款。看这个扮相哦，应该是头壳的伤也袂好，啊，若无吼，就去卡住了。这若去有会护心的人吼，这个性甲习惯，拢甲较早无同。啊，看到亲人哦，袂输敢那袂认的呢。敢讲张勇是去护心伫咧李正达的身躯顶？怎啊？口感安怎？这杯有厉害哦，这咖啡的花香味拢有出来。嗯，跟师傅做的差不多呢。废话啊，我就是师傅。我是恁师傅的粉丝啊，所以加减有研究。粉丝。哎、土豆，哎、宣公，有买一个好吃的物件呢，你先去吃一挂，我来顾你好啊。我袂枵啦。去吃。物件。好，萱姐啊！哇，哎，这雪足水呢，这是什么咖啡豆啊？阿拉比卡，我去买。啊，你就了解咖啡豆的哦？一点啊。那安尼哦，我想要买一挂咖啡豆，当作是礼物送给客户啦。啊，唔知要安怎拣呢？咁就是嘞。真个简单，你去买的时阵吼，得把咖啡豆揢起来，芳味较重的一定新鲜的，啊，一个摇好味一定不新鲜。所以咖啡豆啊，烘过之后，就亲像煮熟的鱼啊，一定个鲜才好食。所以哦，烘焙时间你也知影，一个袂当放伤久，有摄取毒素。哎，你唔想知哦，伊个结果。那你买上咧，倒一款咖啡豆较好啊？看你的人客介什么口味，是要较酸的还是较苦的？啊，是买稳的有小可甜味哦。他说我无啥物意见啦。上个精品咖啡啊，蓝山咖啡、严家雪菲、阿拉比卡，绝对袂怕穿的啦。我要介绍人客时，我拢先问呢。哇，高，不愧是咖啡达人张勇。哎呀，你讲，你也对啊。看你的人客介什么口味，是要较酸的还是较苦的？啊，是买稳的有小可甜味的。他说我无啥物意见啦。上个精品咖啡啊，蓝山咖啡、严家雪菲、
阿拉比卡，你绝对袂歹穿的啦！我要介绍人客时候，我拢先问咧。哇，高，不愧是咖啡达人张勇。哎呀，你讲。对啊，对啊。哼，我早就怀疑啊啦！哎呦，我只是在怀疑啊！你讲有要承认，你就张勇啊！什么张勇？我李正达，开家己行的李正达。哪有可能啦、啊？李正达哪有可能遐尔了解咖啡啊？你就是张勇啊啦！我嘛爱饮咖啡啊，加减唔研究嘛。拄则你伫遮，甲人家介绍咖啡的时阵，遐尔啊专业的，你就是张勇的声音啦。我甲阮人客拢会当开讲，包括咖啡，啊你敢袂用的？你嘛奇怪，你家己有店无要顾啊？逐天走来遮泡咖啡要创啥呢？你讲我？啊！你无去做生意，是啊，常来咖啡店。我本来就常常伫咧遮讲报端的代志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你比我兄少烦恼你个啦，今日看你呢，拄只搁翘起遐啦，不知要翘偌久。你用啊？你对。走啊啦！你甲我讲啊，唔知影你是咧头壳歹去，还是卡到音？我甲你讲啊，若真正是卡到，要去妈祖庙求一下啦，要处理一下，对无？什么妈祖庙啦？我无代志啊，我嘛无卡音啦，我无代志，我李胜达啦。张勇，真奇怪，我唔知影倒落奇怪，哼，真奇怪啦。我是惊神，我是惊万一父亲的代志，人叫神知影，我闹屎。会惊就好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把李正达的婚票放出去佚佗啊，伊暂时袂倒来找你啦。啊吼，等到第49天，我就会带伊倒来哦。到时你一定要把身躯还给伊，把我转去管理所。那是我不爱。咱拼好啊！你还照拼照行呢，啊无吼，你会害李正达变作无主孤魂，永远无法度转来。你吼，莫翻天条，永远无法度投胎。安尼吼，你害恁某，就要熬死人啊！莫安尼啦，咱小可参详一下啦。我想要甲阮某、甲阮囝加斗阵几工啊，敢会使给我一撮时间？756，763，是安尼一定啊749啦。哎呀，你莫撸啊啦！所长甲我已经尽上大的气力甲你斗相共啊，你莫想消贪呢。我安尼哪有想消贪啦？有人来啊！哦，火力真强呢。你家己保重哦，我下底买油辛酸啊，拜拜。嘿。妈祖真了灵，啥都对。我伫咧拜完的吼，你着收倒转啊。我去买一碗煲汤哦，要转互你补身体。来，趁烧金牛。来，烧汤啊，烧汤。哦。哦。安那，过年无？未歹。哦，赞。唔跟他是个那样嘞。我去炸一个礼物买互你。啊，要过年了，你有红包？你家看就知啦。来啦！你走！哇！你哇！那啥物件啊？哎，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啦？哎呦，这是妈祖香火啦！啊，你是妈祖的客囝呢？你一只只还香火放去，安怎找都找无？
我今日哦，去求这个乡会，等下给你报平安啦。来啦，来啦，挂你啦，你从哪？挂你啦！不来，你，你扛得到？我给你挂，我给你挂。扛你，等下给我放弃啦，挂起啦。不，放弃，放弃，我抓贼个，你们敢有啊？你扛不到啊！卖安尼面腔结甲较歹看啦，话甲大细声，嘿，好啦，卖生气啦。香火哦，我放喺红包内底啦。等下恁再解决啦，吼。阿姐哦，叹笑，这是你囡仔时阵上加爱啉的这个抓汤啦。安那啦，抓汤。阿姐哦，叹笑，这是你囡仔时阵上加爱啉的这个抓汤啦。安那啦，抓汤。嘿啊，这补气气血哦，解毒清火啊！来，进来啦！你都知影，我上惊抓汤，你去抓汤啊！你无啦，哦，我这去抓汤，我真系要落屎啊！我，无来，哦，正达，哦，正达，阿妈，你奇怪，阿细汉都上爱啉抓汤的，阿怎么啉两嘴安尼下吐？萱姐，我先来走哦。哦，落去说你哦。大哥，你不爽快啊？哇，印堂发黑，腰酸。俊达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平时看起来无啥好呢。就无说你去啉着蛇汤啦，足是要吐的。你会惊蛇哦？惊啊，当然嘛惊啊。甲张佑同款，伊嘛足惊蛇的。姐，我来跟姐姐讲消息。Hello， 嗨，什么好消息啊？啊，你那小康要结婚啊？哎呦，那我们要紧啦。是恁店的好消息。恁店的？哇，咸酥鸡哦。我来揢米露，因为先哦，食咸酥鸡一定要配米露。啊，我知影你介意啥的。食咸酥鸡无配米露，无配豆油啊。什么代志啊？小康最近啊，唔是去一间饭店上班，啊，因饭店总经理哦，想要找恁槟榔饮合作，请恁负责提供因餐厅的咖啡，你看看嘛。真实的哦，经理，哪会知咱的店？进前台湾 worker 唔是有介绍，因总经理哦有来遮，就介意恁的咖啡呢，所以请我来门看卖啦。阿轩，你的意思？因个饭店知名度这么高，咱店也未细间，这合作哦，一定创造双赢。是。哎，轩，你家己的想法嘞？啊？这宣导嘛大赢，趁这个机会哦，宣传再做一波，哇，媒体再曝光，这比拢伊气势无同款啊嘛，我顶！哎，稍等一下，轩一句话拢无讲哎，啊你噼里啪啦讲一大堆。哦，歹势啦，受过欢喜啦，哼，歹势。不要紧啊，你讲的无唔对，那尚佑哥伫个，一定嘛爱我大姨。是讲美芳那不做来吃？我有约伊过来啦，还唔过，伊爸搁在闹啊。我歹去，我歹去啦。哎呦爸，我今仔偷偷就去客户因家啊！啊，你伫咧厝内底，我无法度做工课啦。我就是不爱去，我要当家就好啦。哎，听话吼。我唔是恁爸啦，你嘛唔是阮查某囝啦。一天到唔干，要叫去养老院。好啊，你无要当去养老院，那安尼我是要安怎趁钱饲你啦？好啦，卖阁讲我遐济啦。等我查某囝转来，一定予你好看的。哼。我就是查某囝啦。你唔是啦，我咧讲吼。我查某囝无像你这样不好啦，一天到唔干，要逼我去养老院尔，哼！我不好，我细汉的时阵你无饲我呢，我十几岁我就半工半读替你行销啊，啊人讲什么机车教练去当人啊，我拢无经验，因为我拢咧趁钱啦，我替你介绍幸福亲啊，你就破病啊，
我无翁，我无囝，我就一个人安尼饲你三年嘞。我家仔，我有客户，还佮有小小玉要甲我斗相共，若无我根本无法度活到今嘛。我真正是无法度啊！我才会甲你送去养老院的，你安尼常常咧走出来，把青春拢都互你浪费啊！你佮要创啥？你佮安怎啦？好啦，莫讲讲遐济啦，我无要去啦。好啊，你无要去是？好，拢莫去啊！莫去啊！莫去啊！正达，哪来早啊？你想倒转去啊？我是要离家写合作企划案。即摆已经晚呢，这部遐尔啊着急，明仔载才写着好啊。咱做伙散步来转啊。唔啦，我即摆有感觉，我紧甲完成。我完成了我会再去陪你，吼，你乖。你甲张佑同款，一拄着工课就袂记时间。无啦，萱，我是感觉讲，我会当甲你个咖啡人斗相共，我替你做满意，我唔吃。无安尼啦，咱后日电休，啊，我准备一顿烛光晚餐，我来弥补你。啊，俊贤若愿意，又会做伙过来吃饭，好无？好啊，这我们暂停。应该有个。你晚麦收听吗？喂。喂。写一个人走回去啊！好，我知，无问题吼，我替你处理吼，谢谢哦，拜拜。啊，这意式咖啡豆，我看我在试，我开咖啡店，你怎么才真正好？除了卖咖啡，我啥物都唔捌。诶，开结果开一个店，迄水线要安怎牵啊？连迄鸟鼠要安怎抓，全部拢会晓。伊哪会讲伊开咖啡店啊？敢是咧臭单？哦，迄当初阮囝，我记迄当初阮囝拄打出事，外摆困，迄半暝一直哭。我甲阮某常常嘛困无饱，常常嘛冤家，是讲拢惊过来啊。阮囝拢要读大学。你就是张佑对无？伊敢有熟识啦？啊，你做你袂了。你这么是在讲啥？我李正达呢？你哪叫我张佑？我拢听到哦。你讲你开咖啡店，我讲郑先生来时阵代志，你就是张佑啦。你卖了我白讲。你唔通安尼啦！你好心伫咧帮咱辛苦顶，你害李正达变成幽魂诶！时间过啊，伊就无法度转来啊！你若是安尼哦，我咧甲小娟讲哦。我做无用诶，我要听你讲。张佑。张佑。喂，你好。问题啊。伸手。连啥物团啊？我后壁单去打，叫我单者八十四。我不想回家，我不想回家。无爱啊，歹断啊！时辰到，等下十一点主持就是第四十九工啊！我是来这边等来管理所的啦。嗯，咖啡豆提伊啊！我答应所长，我已经做到够啊！即马开始，过我家己人生。毋
不是呢，你照拼照行，满49天阁无要转来，代志变作做大条的哦。是安尼大条？本来就是恁抓唔到人咧，有啥我袂当继续活？而且我已经答应饭店要甲伊合作，要卖继续来加币。我阁要甲萱萱吃烛光晚餐，所以要留落来。你若是无爱倒来转来，就莫怪我无客气哦。我就是无爱走，安怎？对我走。我爱啦。拿过来哦。拿过来哦。我是看你查某囡仔哦，我袂欺负你哦。你莫想计较哦。你想要安怎？安怎啊？拿过来。我爱啦。Go。过来。Go。时间未赴啊。难道鬼 ？Go。你今天晚上要困啊？难道鬼？安尼困，原来变变就是你创啥啦？今天难道鬼？难道他有可能有鬼啊？啊！你第一位。请叫鬼吧！嘿啦！先冲谁？阿贵，你对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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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轻啊！我要放你对了，你对了，走，好轻啊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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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轻啊！你是上悲伤的